崔永元宝冯小刚两套美国住房原理助阵，如何洗钱？6月5日中午，崔永元继续爆出猛料，曝光了冯小刚在洛杉矶的两套房产。冯导在洛杉矶用美元拿下的两套房子，价格呵呵，一套别墅，一套公寓，看来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是挣钱的诀窍。所谓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也正是呼应了前几日指出的阴阳合同，一套公寓一套别墅，小崔也有所暗指。两套别墅的豪华程度堪比度假村。有意思的是，在崔永元上述微博发出不到半小时后，演员袁立在微博发文询问网友，称假如自己也想在国外花几百万美元买一套房，按照每个中国人一年换汇5万美元，这些钱怎么出去？结合袁立近两日连续在微博发布有关洗钱的消息，他的上述问题似乎意有所指。这场风波仍将继续。